嘿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阿龙啊。那今天呢，阿龙要来开一个新的坑了。那这个应该也是长久发展的了。阿龙玩游戏的原因是，今天想玩想拍这一款就拍这一款这样子，所以连在的时间没有固定，然后可能每一集意见会有一点时间有点久啊。所以请大家见谅一下。那这款游戏啊，说回来，这款游戏呢，就是它的中文名字叫《缺氧》啊。这个是对岸中国翻译的一个名字啊。那会叫《缺氧》啊，除了是它名字之外呢，也是因为它这个游戏，它是一个经营类的，像有点像《VMware》的那一种经营类的游戏。不过呢，他要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就是氧气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游戏的背景啊，他就说，你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到一个地底星球的地底下方啊，所以你要一边管理这些角色的生存以外呢，你还要管理他们吃呀，还要管理他们的氧气存量啊，所以也是。难度挺高的一款游戏啊。那为什么会难度高呢？那有在玩 Don't Starve 的都知道说那款游戏非常难玩啊。那这款游戏就跟 Don't Starve 是同一间公司出的，那想当然而这种你知道啊，那这公司最喜欢就是坑玩家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款游戏难度非常高，那可能就会说玩不行啊，比如说指纹地爆炸呀，或者是怎么样呢？那总而言之，可能会开很多的记忆，很多记忆吧，好几记忆，然后就说只要我想玩下去，我就会开心啊，以及有可能就会玩个两三级就爆炸之类的，所以请大家见谅一下了啊。我们直接来开一个新游戏吧，火成年还有一首主流演戏中。那阿龙是稍微的摸过一下下，所以懂得怎么玩，不过就懂一点，但又不太懂了啊。受不了，实在受不了尿频这个。就不要了啊。哇，这个也是用嘴复习一下。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说还不错，至少说它这个氧气消耗小一点。那这边就是好的效果跟不好的效果啊。这样我们一开始先调一下吧，这个可以很吵。那这个是可以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睡觉啊。所以做他们的事情，应该是说去厕所比较久吧。啊，这个建筑师好像还不错，学识建筑，在城市中加三，应该是这个研究速度吧，很危害。受不了，吃什么都不生病，创作，烹饪乡巴佬啊，那研究就交给旁边的来做吧。其实早上的时候说要技能加二，在晚上雨吹。这个感觉说挺不错，发作性睡眠意思是有点走偏了啊。这个随时随地睡着，这个其实有点危险了。友好。狂吃者，难看的苦者。那这款游戏它目前还没有说这个汉化，那目前我只是说下载这个去工作坊下载这个汉化模组啊，所以呢有点麻烦了这边。那烹饪是交给他做吧，他不能做烹饪的话，那医学跟运动有这个还不错。这边我们一开始尽量选三只比较说还不错的角色吧。那可能煮饭就要靠它了。需要一个建设跟挖矿都还不错的。
没有，哪里？居然是没有，给我一下呗。建设跟挖掘怎么都是，强力中心可证，那这个感觉好像还不错。加68水平线，那就这个了。那名字不改了，勇敢的碉堡，感觉好像还不错。好，抱歉，装备这麦克风。哦，你的成员在一个陌生星球的表面之下苏醒了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并不记得是怎么来的。OK， 那我们一开始呢，理所当然的先挖开这边的啊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看一下。我们需要一个地方啊，来放我们的材料，也就是我们仓库了。感觉说这边好像还不错。一开始我们就卡塔利娜，那这个名字还不错，卢比德文。那睡房就延伸过去吧。一开始我们先稍微的。差不多应该一小圆的高度是高吧。啊，各种挖掘。太难了，不知道，那没办法。先稍微的忍一下，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下吧，那这个梯子是下走。这边有好多食物啊呀。这个虫子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虫子在爬的呢，这个就是食物，对，这个也是食物。把这个应该是唯一的蛋白质的来源了吧。好了，不要等了，怎么做到一半不做了。好，那这边稍微的再大一点吧，那这边就不能再往旁边挖过去啊，不然呢这个水会流进来，所以可能我们这边呢大小就只能这样子了。3-2格高应该还好吧，我猜。不然如果太窄了，太天花板太矮的话，那我就弄成3格吧。哦，往上掉。这边还没有氧气，还没充上来。啊，这边就可能这边就要做成墙壁了啊。那再往上面挖一下。那这款游戏前期的这个绘画呢，也会影响很大。会影响到后面的发展的顺不顺利等等的很多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一开始我们要这个绘画要尽可能的绘画的好一点的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这块不要挖，先挖掉这一块，不然呢，挖掉这一块再挖这一块，水就流进来了。过去啊，对，进。那这啊，刚刚没有的，就直接开始。那刚说一下，那这边就是说指令栏，那什么挖矿啊、收割啊什么的都在这边呢、啊。那然后这边左上角啊是这个建筑栏，啊，这个上面就是像 Weaver 的一些东西啊、角色栏那些全，只是 Weaver 是全部都在上面，这个是分开来啊。差不多要这样做，差不多这样了啊。OK， 那等等啊，等等啊，那这边就当我们的仓库吧。对，这个声音也是挺夸
系列，也是贯彻了他们的 Dubstep 的那间公司的一个习惯、传统、优良的传统啊。不知道，应该就设定比较好一点吧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就当我们仓库吧。好，我们做四个在这边。那然后说起来，我们缺乏这个金属啊。那这款游戏啊，说到金属了，那这款游戏有好几样的这个不同的材料。那第一个就是泥土，第二个就是绿藻。泥土有基物、矿物跟这个金属。那这几样是不一样的。那这矿物呢，就是拿来我们加盖下的这个原料，这些什么地板啊、梯子呀、全都是这个算在这个矿石。那这个金属呢，就是这个做这些发电机啊那些东西会需要用到的了啊。那这边好像缺氧缺的有点夸张啊，我们在这边用一个吧。不然要把人把小人给闷死了啊！不过这个东西它是要电力的，那我们先往从这边往上面挖吧。那之后是我们下面有没有？没有哎。之后我们再用一个梯子上去挖完，我们再困难的时候。开来的时候我们再用，不用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个梯子来。等等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。好的，行 ，cancel。想到了，那我们这边不就有梯子了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从这边往上挖不就好了？不过上面没有，上面是真空哎。这下麻烦有点大喽。不过不处理也不行啊，我们毕竟我们这边没有氧气啊，没有金属啊，对，这样地球好像开的有点不太好啊，好像把泥土当然了，这个地球是每次都不一样哦，沙石又丢下来了，还真的丢下来了。OK， 那这边它应该就不能再往上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搭这个梯子上去。OK， 那这边就是说时间了啊，这个周期呢，它转圆一圈就等于一天。那这个中间这个像有点像 Dubstep 的那个 Dubstep Together 那个传送门的这个东西啊。就是用来给你创造一些新的角色。那他说还差一些身材，还有 1.8 个周期，就是说你再过 1.8 天呢，你就有一只新的角色加入啊，到时候是可以给你自己选的啊。那这边我们也把它给挖开来吧，这边有一块氧石呀，这边就会产生出这个氧气出来，让我们小人去呼吸啊。对，我们先把它给挖出来吧。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说可以自己生产氧气的话，我们也就只能依赖那个氧石来帮我们了啊。那这边有一点金属，我们先挖一点回去吧。说到这边呢，我们就要确定一个地方，说当房间，还有说这个发电的地方啊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啊，他说他有电力啊，有电线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该是开始说弄一个给他了啊。那这边就直接，暂时还是不要穿起来好了。那这边我们当这个把它给挖出来吧。当然呢，人呼吸的时候会产生这个一氧化碳。那这个一氧化碳呢之后，有方法去就是这个东西啊，绿氧养殖机，看这个回收这个一氧化碳，然后把它给用成这个氧气啊。
说起来，他们说这边说是说有，这边我们附近好像还挺……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像蘑菇又像虫子一样的东西啊！好恶心，我最讨厌虫子了。那我们就把这边给用成说。我们就直接从这边挖下去吧，这边这个空间。对。那我们暂时就把下面这个空间呢，给用成这个挖掘，这个厕所吧。所以啊，这要看他们做的速度了啊。哎，这个是他技能升级吧？好像是。等啊！不要挖那么快啊，不然你们上去啊，就上不回来喽。好了，那上面哦，上面的空间其实还挺大的，就是啊，无畏啊，还是有一些说现实之类的是，植物吧。那这边。上面是没有一二氧化碳啊，没有氧气啊。先去吃个饭，先去吃个饭。推短生成氧气。哎，看我讲也没用啊，我现在没办法说。那暂时说，我们先在这边用一下电力的东西吧。好，这边那这个。图案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电力的插头。那我们电线呢，一定要给它接上这个插头呢，那它才算说有连接起来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这样子，等它做好的时候呢，这个线路就会连接起来了。我现在还没有地方让你们去试说，所以呢，等等你们就可能要就地解决了。那之后我们就要把它给擦干净啊，对，不然呢就会，那这款游戏有氧气嘛，那当年的时候它就会有毒气，那这个毒气就是我们去厕所啊什么的时候产生的那些臭臭的气体啊，它就喷给是污染的空气啊，对，所以呢。要先要处理那个东西啊，之后有好像有不知道什么研究东西，就可以把这个被污染的氧气呢变成这个可以呼吸的氧气啊，可以过滤回来。哦，好了，那没办法的事情啊。好了，先撑一下。那这个绿的气体啊，就是受污染的水跟这个氧气啊，就会有这个颜色啊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反正把第一天都差不多了。那这个已经在生产这个氧气了啊，可能一台不够啊。对，我们再多装一台在上面吧。这个原力发电机太好笑了，感觉就像是小仓鼠的那个玩具一样，就靠原力去跑然后再发电。哎，这边有一个杆呢，不错。啊，那这个下面呢，我们也用一个这个氧气生产装置吧。OK， 那就这边吧。那然后呢，再给一个厕所。氧气开始往上面灌了。
其实比较方便的一个事情就是说，他们小人呼吸的时候会产生这个二氧化碳啊，那就回收这个二氧化碳来做成这个空气，其实是最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啊，生产空气啊。简单来说就是回收了啊。那这边我们做一个闸门，那这个闸门呢就可以把这个毒这个气体呢给隔开来呀。那这个厕所呢，它旁边呢这个计表，就是说这个厕所呢还有多久你就要打扫。那你如果不打扫，你打扫的时候呢，它就产生这个臭臭的气体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你一定要先处理，要先弄一个，要弄一个闸门，让这个毒的气体跑出来呀。那我们差不多就往这边挖过去吧。OK， 那这边也差不多了啊。那这边上面的话，其实我是想要说把上面这边弄成这个发电的一个空间啊。但这边只是暂时性的啦，没有电力，不是已经应该有接起来了吗？还没，这边还没接，好，这样子就没了。那他只是要这个绿藻去供给他来生产这个氧气啊。目前绿藻只是有东西去转换，但没有就是这个好像这个东西就可以用成这个绿藻，然后给他们生产氧气。不过方法太少了，其实等希望他之后可以更新，说用更多的手段去用这个生成这个氧气啊。OK， 那这边我们再用一个房间出来吧。那差不多该是时候让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去睡觉了。那最好呢，就是这个睡眠房间里面呢，会有一个这个养殖器啊，绿藻养殖器，那就让他说可以回收这个二氧化碳来当成这个氧气啊，最好了啊。那我们床我们坐在这上面好不好？坐在这上面呢，看到上面呢，我们用成这个电力丝，然后在上面发电，然后送到各个地方去。啊，那就差不多这样子决定吧。那等等中间呢，我们要做一盏灯给他。那他小人呢，这个脚下是有这个压力的，对，有这个压力。那如果爆表的时候，就会像这个温热那样会崩溃，会这个做出什么暴食呀，什么哭呀，什么样走来走去就像温热一样，所以我们也是要处理一下他们的这个睡觉。好，这边我，哎呀，居然是你们两个男生的，先把墙给建了，来算了。啊，那之后我们再试分吧。那这边这是一盏灯，灯可以减小他们的压力啊。之后我们再慢慢搞吧。灯我记得好像也是要电力的。所以我们这一集呢，可能就要把这个电力房间给处理好啊。那这个氧石呢，这边也是给它用出来吧。这个氧石是消耗性的东西啊。当他把这个氧气给都放出来呢，就可以，这边本来是有点快的嘛。当他把这个氧气给用出来用光之后，他就会直接消失呀。虽然是一个消耗性的物品吧。这个虫子在这里走来走去有点恶心啊。水我记得我好像也是需要，不过现在水就在这边拿就好了。哦，确定了啊，睡觉就很好看过吧。好，
进修时间，快出就快去跳吧。食物来源，那既然说到这样的话，这个我能不能搬走它？不行，那我们要尽快的做出这个研究师。那我们是要用研究呢来说，要用研究来种东西啊。那这些东西是可以种的啊，这个只能收矿。那这个收矿呢，它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些虫子在爬来爬去吗？那这个爬来爬去之后，你可以把它给收过回来，然后当成这个食物啊。对，那这边我们就只能当一个暂时性的食物来源了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养殖，这盆在吐氧气了哈。那这边也顺道挖掉吧。啊，卢比，你这样子会不会上升？回不回得来啊？然后这边是宠物的话呢，研究台就坐在上面吧。研究控台什么制台啊？不管了。先暂时性的放在这边吧。之后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给搬走就好了。之后这个电线呢，要重新接起来啊。那这边其实不太想做这个闸门，不过不做的话，这个电线会露出太不好看了。那我们把这个电力给弄到这边来吧。那然后这边给用两个电线，材料不足不是吧？那上去再上去收集一点铜矿回来，金属回来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先选择研究这个农业技术，绿藻养殖器、堆肥跟这个种植科。那当有了这个种植科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种东西啦。那然后这个堆肥呢，就是我们去吃鼠之后那些大便小便呢，就可以用成这个，就可以又透过堆肥这个系统给它转换成这个肥料。不然呢，就是只能靠直接挖了啊，比较麻烦的一个情况。等等，这边可能要把它给拆了，可能要先把旁边的给挖掉，不然呢，哦，不是，啊，不是，没错。那这边呢，就可以有新的复制人可以用啊。那我们只要按下去，那这边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角色。那他这边的角色跟我们一开始不一样，你只可以选一只，并且这边没有不能给你刷。所以呢，当你这边的情况的时候，如果你那些演角色都不好的话呢，那你的选择就只能说拒绝。那不，这个游戏啊，它不是人越多越好，就跟我们 VR 一样。有些时候你要看这些人的能力、这些特性什么的，所以你要仔细的选择，不是人越多越好哦。所以这三只我看看，不能建设，可是它建设速度有这个，那有超重的话，这个其实我觉得说还不错呢，要抽作这样子，药品就会直接，不过这个会，有点难选择耶，我们先选择这一只吧，阿伯，
那之后就再过三天才有一些新的角色啦。啊，这边把这边给填起来了。OK， 然后把这边给挖出来啦。当我们研究好这个堆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老老实实的，在这个赤手旁边用一个堆肥堆啦。那这个堆肥堆呢，会产生这个屋檐的空气出来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这个，这两个拆掉吧，用这个气掌的原因啦。哦，我之前自己实际上玩了就。差不多玩到这，玩到堆肥，然后可以种东西，就这样子，没有玩的比较说更加深入的地步了啊。OK， 那这边我们给接上来吧，把这个电线我们给它拆了。嗯。缺乏电力。其实我挺，这样子这个电线就会直接露出来，不好看。不过现在嘛，没有办法说去要求那么多了。好了，那这边石砖给它弄上去。这个手动的闸门其实真的有点慢的。店里来了，这个挖掉吧。氧气都，氧气生产不足啊。那只好再把它弄一台这个了啊。用在这边好了。这边差不多啊，这边吧。哇，要好多好多好多铜矿啊！哇，上面是有，不过一直没有人搬呢。哎，这边电线没有接起来啊。哎，还真的耶。好了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去开始研究了。那不过研究这些的话，可能就要等下一集了。三周期的报告准备就绪。OK， 那我们这集实况呢就差不多先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如果你还想看上一集的话，那不用太多了啊，我就看这个观看人数跟这个或者你们给个喜欢吧。那暂时台湾好像暂时没有什么人在玩这款游戏，不过因为这款游戏真的目前来说还挺难的啊，知名度也不是说太高啊，所以，但是我就知道这款游戏，所以就带进大家就是这样子啊，啊，说那么多也没有什么意思。总而言之，你喜欢的话呢，就留个言，或者说你抢头像啊，什么都可以啊，反正你留言或者给我一个 like 就好了啊。那谢谢你们收看。我们下一集《缺氧的时光》再见喽，拜拜。